Okay, maybe the video I will say very short. Video. If you have a video, we'll have this.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就是。Is it okay? Okay.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十字架，那它不是整个圣安德烈被钉的十字架，是有中间一块。那就是圣安德烈，他也是被钉在十字架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师傅，他觉得他不配跟耶稣钉同样的方式，所以他是以 X 形状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这就是圣安德烈受难，那这个钉在十字架的这个十字的形状，那不是这两片都是，是中间那一片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，这小小的地方也是都画满了。圣像画 the city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屋顶，就是那边有看到圣安德烈，他被钉在那个十字架是那个 X 的形状。所以还有一些细节关于圣安德烈的事迹，我们有其他的时间再来介绍。那你可以听到背景有人在唱歌，那声音。所以你可以知道，现在不是在举行圣礼仪的时候，但是他们在这个练习这个唱歌。那有的人他就是很虔诚，他们就是工作之余就会来这边练唱。所以我们这个小的区域就讲到这边，好。